然后我今天是第一次参加 Hackathon， 那对，所以我今天其实只是来认识新朋友，志同道合的人，然后做了一点点事情这样。那所以我现在就是讲一下我今天到底做了什么。那我今天就是那个把那个讨论论坛的他们之前的那个讨论记录，然后标注上，比如说他的那个就是整理他的讨论串，让他逻辑通顺，然后加上 tag。那我其实那在过程中，我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在要那个要整理他的那个对话逻辑的时候，就是发现很多人讲话的逻辑就是会不太通顺，就是他那个上句会没有办法对下句。那他这还是可能只是十个人的情况，就是你在网络上讨论的时候，就是十个人就可以讨论，不对，就是你十个人讨论就可以让逻辑中不通顺。那可能在当初记录的时候，就可能会需要辅助，让他原始资料就是一个很比较有逻辑的格式，而不是后来再用人力去整理它。那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 tag 这部分有可能可以自动化，因为现在我还想不知道是不是有现成的语言处理的 engine 或者是 Google 提供什么 API 可以把整句丢进去，然后把结果抓出来。我想这部分是有可能，那后面加 tag 就不需要再人工这样，所以处理会变快。好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